我就问问啊，这姑娘说我香喷喷的，你说她臭烘烘的，是吧？啊，的确。这姑娘说，哎，我吃的还挺有我自己的这个个性的。你现在吃的不全面不营养，对吧？对啊。这姑娘说我就想稳定在天津跟你谈谈恋爱，你非要说我要去学习开阔眼界，而且我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啊？对，我说的对不对啊？你们俩就因为一点小事儿就可以吵到分手，那你们俩在一起图什么呢？那我不得培养他吗？你培养他什么呀？你看我来就是想解释清楚，就是他总是闹这些东西，其实我想让他知道我是为他好的。今天来要解决什么呀？是想在一起吗？对，想在一起。是想在一起。女生现在的愿望就是希望男生能够稳定在天津，跟他好好的谈一年恋爱，或者再多了解一些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你现在就说我还想再玩个一年，是不是这意思？我怎么变成玩了呢？我不是想玩，我是为了奋斗事业。你想再学一年？对。我是想出去吧，原因是什么呢？我看了一下这个，我现在学这个专业。你是什么？插画师。天津有很大的基地啊。啊，对。滨海新区那边多大啊？啊，对对对，那个对对，文化工业园那块。对啊，多大？然后，但是这边的工作都是属于是偏流水线多一点的，但是我这个人就是不太适合量产的工作。对，您这27岁就这么干活，也没人愿意给你特个性的工作呀。但是出去的话，就是我在那边考察完了之后，那边做的东西都属于哪边啊？北京和那个深圳那边这两个城市啊。然后基本上工作上都是属于那种在工作中可以学习的，所以说我希望在工作的过程中可以学的更多，自己专业能力上业务能力更强一些的话，到时候我回来的时候打算自己做点什么啊，是这个意思。等于再学一年回来创业？也不是说一年吧，我打算是5年吧。又5年了。因为他是什么呢？他现在还有1年毕业了，毕业了之后就可以跟我一起去嘛。行，男生这想法就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没有什么呀，这是你的规划 对吧？对。而且在你的规划里面一定要强加的话是有女朋友的，对吧？对。听明白了。这为什么不可以呢？因为之前异地的时候我已经有过一次分手了，所以我特别没有安全感。对，你们现在的分手我听来听去无外乎于是生活习惯，对吧？表述方式，没有其他的了。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又要走的话，他就是想跟我分手。哦，所以你把他走的行为看成是一次分手的宣言。嗯，也就是说他这次走了，你能特别明确的表态说，如果你离开我，我就跟你分手吗？能。那你表个态吗？如果你要是这次走了的话，咱俩肯定就没有戏了。不行，我还是没给他讲明白，不是那回事儿。主持人，他就特别油嘴滑舌，他特别会说，然后每次吧，我就特别嘴笨，我也不知道说。这个跟谁能说谁不能说没有任何关系。每次都给我洗脑，就好比就我俩生活上的事情，就是好比是这件事儿我做对了，他错了，然后他就会把成这件事儿白的说成黑的，说成我错了啊，然后最后我还反应。你愿意接受吗？你愿意接受就不要抱怨。就是。他这都是在无理取闹吗？我觉得那我没想分手啊，重点是啊。他很简单，他的重点是他希望这一年跟你在一起好好的谈谈恋爱。那重点是跟你在一起，重点是在一起谈恋爱的时候不也有问题吗？而且你看啊，我要是出去之后离开了就没有问题了是吗？不是离开，所以距离是掩盖你们爱情问题的一个很好的方式是吗？也不是，其实我是考虑是这样的，我打算不出意外的情况下后年就结婚。你知道他后年要结婚吗？我知道，就什么全是他打算，就全都。所以说我现在不能浪费1年的时间在这儿排着他。那后年在哪儿结婚啊？在天津。您这计划还常变啊，一会儿是个5年计划，一会儿变2年计划了。是这样，在这儿结婚不代表是一直在这儿，就是说是前期可以在这工作。行，这姑娘他们家同意吗？这姑娘自己愿意吗？她愿意跟你一起奔走天涯吗？如果他爱你，我相信他一定愿意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为什么不能给一些时间给他，让他更爱上你，然后愿意跟你一起走呢？不能耽误这1年时间啊。所以这1年时间其实对你来说特别特别的重要，对不对？就是很重要。那去忙吧，还较什么劲呢？还说人家矫情，这本来就是他矫情的事儿啊。你看男人的话，为了想自己结婚的时候稍微有点物质基础，能够正常的生活，是一件很基本的事情。但是您去年1年干什么去了呀？小伙子，你给我矫情什么呢？去年我要他爹，我真是一脚就给踹出去。明年对我来说很重要，过去的去年我该学拳学拳，该干嘛干嘛，我玩过了。现在跟我讲未来了，那你过去的时光呢？过去时光也在学习啊。学习什么呀？打拳。
那也算是学习嘛。是学习，我学弹球，你现在不是你的学习的目的，你不是要娶闺女吗？是吧？是啊，是要娶她吗？对，按你的说法，你要像一个男人一样有物质基础，对吗？对。那你的基础呢？我这不今年开始努力扯什么呀？你过去呢？那过去已经过去了吗？那当然，他父母，所以你要想，他的父母一定会有这方面的担忧的嘛。那对于姑娘来说，如果你爱我，你为什么不愿意陪着我啊？姑娘是不是这想法？嗯。然后你就觉得你是矫情，那姑娘就觉得你是要分手，这不你们俩的焦点不就在这儿吗？来，我们一起听听老师们怎么说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